Joyce 郭靜黛老師擁有料理資歷27年，是一位全職的料理老師。精湛義法料理的她近年呢，更是深入韓國日本的家庭，積極鑽研韓式日式料理的文化及故事哦。煎至微辣香酥的綠豆煎餅，搭配用蔬菜熬煮出来的大醬湯，如此美味的韓式料理就要上桌囉。